quite large, and we need space to show all the models. We have developed the ladies collection that is now very, very strong. We have a lot of pieces that are inspired by sports.其实我第一期认识这个Richard Mills已经是2004年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看到哪个机芯是真的很不同，很 breathtaking 的，是因为一般呢机芯都是平面的，那么他那个时候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个很 3D 的机身结构。 我觉得这个是很成功的，很厉害的。那么之后他发展哪些物料啊？我相信他也是那个 record holder， 就是最轻的，全世界没有那么轻的表，你戴在手上面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。之前几百年，还有现在整个Swiss 的 watch industry 都没有这个技术啊，没有这个产品出来。我相信这个是最特别的地方。 Richard Mills 从1999年啊创立以来啊，最厉害的其实是在材料跟机芯的部分。机芯的部分的话，他们除了在悬吊系统、在陀飞轮装置，以及其他的复杂功能上啊，都以非常科技化的方式去表现。那当然了，另外呢，材质上呢，也领先很多其他的品牌，应用了很多不同的新的科技性的材质作为包括机芯、包括表壳的使用。 那整个制造过程的话，我们也发现，就是说，它的考量并不是从传统钟表的方向去思考，而是从科技性的材质去设计新的传统机械结构的手表。